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盛泰国际的小管，盛泰国际主席拿督梁世礼，你好，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啊，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可以赶快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见面。那么之前呢，在马来西亚盛泰国际的平台上也有介绍到上海盛泰国际马来西亚团队代表 Elvin 和明轩。那么今天呢，就由小管来带大家介绍一下上海 Office。上海盛泰国际位于上海非常繁华的区域静安区嘉里中心，而办公室附近呢也有非常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格里拉酒店与马来西亚有着不一样的情怀，所以拿督呢才会有这个概念在这里开间分部，因为这里让他感到非常的亲切。好了，在影片的最后呢，小管也再次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前来与我们上海盛泰国际团队携手合作，共创未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视频，下期见。